新的一天开始啦。咦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这么多汽车鸣笛了？哦，原来是海水浮到公路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嗯，这里必须建设一道堤坝才能防止海水浮上来。工程车快来支援吧，海水浮上了公路，阻碍了交通，必须建设一道堤坝。收到收到。修堤坝必须要用到很多很多的石头材料，我们必须去矿场，这里有很多大大的石头。挖掘机把一块石头钻碎了，接下来又钻第二块了，看得漂亮。挖掘机的工作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把铲车开过来，把它铲到另一个地方进行加工。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一辆石头加工机器，它叫筛石机，它能把不合格的石头过滤掉。我们建堤坝需要的是合格的石块，接下来把剩下的石块全铲到筛石机上。太好了，有了堤坝，以后再也不怕海水浮上来了。